今天是巧巧同学打包的一天啊 ，K 了好多的随心配，这袋都是大家的助选哦。随机就一位宝贝录个视频啦，这是一位小仙女的阿姨送她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啦，特别加了预算让我给她用这个行李箱装，然后许愿要手账、咕卡、火漆都来一点，手账本和礼品本是必须要的啦，还有阿卓的咕卡贴纸，从线下店贴纸墙上取的咕卡贴和人物贴，一套火漆印章套装，小麻薯和阿卓的新品整卷，大号咕卡砖和流沙咕卡砖，超大号的咕卡盘，还有透明咕盘界面雷射异形骨盘，一共25个。火漆蜡粒补充装，这是一套大号的摩天轮，箍好组装起来是这样色的。给你们看看我箍的样品，放在店里的，可以转动，真的超级好看呀！一支箍卡用的高光笔，剩下的就是小麻薯、阿卓和调调的整形盘啦，塞了满满的一箱。收到这箱礼物，小仙女应该会激动坏了吧？